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插件笋啊，三角形的啊，很漂亮。这个笋头的技术含量那是相当的高啊，这个小胶水在上面一插那是不得了啊。看看这个插件笋啊，这样子插进去啊，那牛逼得很啊。那传说中的说了啊，爷爷用了，儿子用，儿子用了，孙子用，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。看看这个笋头啊，都是传统的笋头啊，不得了不得了 ，beautiful 啊，索嘎斯的，漂亮的很啊。啊，看看这个大哥定制的这个啊插件绳啊，这个叫做花案啊，不得了，太漂亮了。看看啊，这个像这样子装出来啊，那是杠杠的啊。等一下把这个小盖板盖上去啊，那是漂亮的很啊，结实的很啊。看看这个绳头啊，不得了啊，这家伙你看看啊，马上盖小盖板了啊，盖上去啊。现在这个地方是燕尾绳啊，看看啊。啊，小盖板盖起来，漂亮的很。这师傅在这上面，大锤子，大锤子，八十，八十，啊，八十，八十，八十。